那蛮导播那个给我一下赛程表的画面。好，谢谢。OK， 可以。哦、OK， 好。好，各位，我来看一下赛程表哈、哦。这个可以看到哈、哦，就是在这个第二届 BBO 单年度冠军争霸赛事哈、哦，我们总共有32强。哦，32强呢，然后历经了总共28场的战役哈、哦。那我们可以看到，刚刚我们所打的这个 AC 组哦，就是铃木小猫对上狮心风的部分，哦，就是在上半部。那抽签来讲的话呢，选手哦一直立刻狂敌。那在铃木小猫的部分哦，在32强他打赢了 Number 7呆呆，也就是全民打棒球哦唯一很厉害的一个女性的玩家，所以呢，他没有让女性玩家来到现场。失策啊！再来，他立刻了哦，这个雪菜，然后呢，最后他打败了自己团友铃木小猪，踩着团友的肩膀来到了台北，然后呢，在刚刚9局下半再见全垒打，气走了铃狮心风，狮心风现在跑去厕所。好，所以呢，刚刚上半部就是我们的铃木小猫哦，他现在呢。确定哦，最少的奖项都有哦，这个至少亚军以上的奖项。好，那现在各位注意到下半部，那下半部的部分呢，就是很精彩。这边我一定要跟各位呢慎重介绍，在下半部各位可以注意到 A 组的赛事，半岛超人静雅哦，那他的签运非常的好，然后呢他只打一场比赛，然后最后呢。对上深蓝丸，虽然他输球，但是深蓝丸因为呢没有办法来到现场比赛，所以他弃赛的情况下，静雅他挺进到了今天的4强。他的对手就是在最后，各位，2015年全民打棒球官方所举办的全国单人赛的冠军金考杯的高手，也就是呢在现场，也就是我右手边这位令狐冲，他在下半部打赢了 AC 的高手，打赢了 ENP 的高手。然后呢，最后再击倒了 ESPN 的团长青龙，最后挺进到了4强战役。所以现在要为各位带来的就是4强战役的半岛超人静雅对上 JKB 的令狐冲。好，那我们呢选手部分呢都已经就位了，我们就要开始呢进行这一场4强的战役了。好，那我们把画面呢切进到游戏视窗里面来。好，导播呢帮我们 cue 到。游戏的画面，好，稍微等一下哈、哦，我们导播可能，那导播可以带一下选手的镜头吗？摄影师有办法照到选手的镜头吗？好，进到游戏画面了。那我先跟各位插播一下，左手边的半岛超人静雅，他是屏东的小孩，他从屏东一大早凌晨就坐着是坐飞机还是坐客运？坐高铁，各位坐高铁上来花了1390块钱，哎、欸，是1300吗？90块，1000多块钱，只为了来到台北圆一个电竞梦。各位给静雅一个掌声好不好？从屏东上来，那右手边这个他已经得了太多掌声了，因为呢他是单人赛的冠军哦 ，JKB 金考杯乐园的高手令狐冲。那现在呢，我们就要准备呢进行这场战役了哦。选手如果准备好之后呢，我们就可以 ready 进行第二场4强战了。那在左下方哦是我们的令狐冲。那其实令狐冲他目前他是职业可以讲吗？职业可以讲，可以，他是我们的国军 online， 我们的中华民国最伟大的国军。那看他是不是能够延续2015年单人赛的气势。好，现在比赛开始。那在球场的部分，哎，这边呢选手是随机球场。好，那开到是陈俊，好，没有关系。来，那这边的话呢，我们先这个选手跳出，因为我们球场的部分必须要设定4强的球场是在。台中洲际球场。好，所以呢现在没有办法，我们把这个赛事先跳出来，然后选手这边呢重新开
那再重新邀请。那在投手部分记得要做一个变更哦。好，那现在呢，摄影师已经把画面带到我这边来了。大家好，我是全民打棒球实况组老板，我不知名，但是我很爱棒球。然后呢，今天很高兴哦，电竞王呢可以提供这么棒的一个舞台哦，然后让所有比赛的选手哦一圆电竞梦。好，那现在呢，重新邀请之后呢，我们在场地的部分哦，在四强赛比赛规则呢是要在台中洲际球场，然后呢打九局。那如果双方的投手哦都卡片都确认好之后呢，我们就要进行这场战役了。好 ，ready 了。那在后攻的部分是猜拳获胜的静雅，先攻的部分呢是令狐冲。好，比赛开始。那在洲际球场的部分呢是阴天，然后呢是一个对于右打者来讲是顺风三哦。好，我们看到令狐冲的先发打线，哇，令狐冲在卡片等级来讲都是七等哦。那令狐冲选用的阵容是2013年统一狮队，各位还记得哦？2013年哦，统一狮队呢夺下了中华职棒2013年的总冠军哦，所以呢在游戏里面这个呢卡片呢哦也真的是算是非常的 OP 呀哦。好，那在金牙的部分，他带上来是两张紫卡。好，在一局上半，这时候呢由令狐冲先攻。我们看到呢静雅这边他派上来的先发投手是2009年的新农牛队，然后他用的是2009新农牛代表队郑田树。那面对的是令狐冲的先发打线，我们来看到第一棒是这个1999年的黄甘霖，然后呢老兵之后呢可以来到13统一狮。好，第二棒呢是二垒手哦，他佣兵的是1998年太空人队的二垒手 Biggio。 然后呢在第三棒是左外手新金卡侯宗宪，第四棒是右外手陈立宏，第五棒是一垒手高国庆，第六棒是游击手陈庸基，第七棒是捕手高志刚，第八棒是 DH 张泰山，第九棒三垒手林志祥。哇，这边回到场上，哇 nice play 哦。金雅这边中外野手曾华伟哦扑掉了这一球。好，所以呢现在来到两人出局。那场打击的是七等，哇，在游戏里面哦，七等游戏卡片七等是最高等级。那就会发现呢他的身上怎么会冒火哦，就是超级赛亚人。那如果是六等的话哦，就是冒紫光。那五等的话就是脚下会有光。那各位看到这张卡片它是四等，对不起，四等没有光，好不好？那现在看到场上投球的是七等超级赛亚人传说卡谢长亨哦。那在传说卡部分，它可以加入到每一个队伍里面的任何的一个队伍都可以哦。所以呢他吃的就是13统一狮的加成，那是金稿杯哦，令狐冲他最爱的先发投手97年这个传说卡谢长亨啊。那各位注意到哦，这张卡片382胜18败，防御率0.99，今天静雅有没有办法让他的防御率破一？这场比赛哦是一个观战的重点。好，回到场上呢，现在在一局下半哦，静雅这边呢第一棒火哥哦，刚刚呢中间方向飞球被接杀，现在轮到是传说卡，好、哦、新农牛队的传说卡架杠给二垒手东哥。哇，这球推到二垒方向 ，B9 接到，直接选择传一垒完成刺杀 ，2 out。那现在轮到是2009年，各位，2009年哦，我们的超级神拳林奕拳，2009年呢游戏卡片哦是给他一种红卡等级，靠加成还要力量最上。投成了两好两坏，满球速，哇，这球一个外角的滑球滑了进来，timing没有抓好哦，击成内野后方的飞球。好，所以呢结束了
一局下半，那现在在二局上半的部分呢，又轮回到了令狐冲的进攻哦。好，那场上呢，打击的是传说卡，目前现任统一狮队的总教练陈连红。哇，这边上来陈连红急着一个中路方向的安打，站上一垒，那有一个好的开始哦。那接下来轮到是一三年，一垒、三垒两相宜。扑吼是高国庆，绿色坦克现在在场上打击。哦，这球瞄准了下方出击，但是呢，球飞得不够远，被右外手火哥跑到定位呢，接杀这一球，一眼出局。那现在轮到是台湾轰炸机陈庸基，一三年哦，游击手，然后呢，给他一个跳接手背哦，所以这张卡片。在游戏里面哦来讲，其实哦这个如果是小资玩家，游戏里面的小资玩家的话呢，这张游击卡哦，游击的卡片，哎这边回来，哇做了一个牺牲触及，但是垒上的跑者没有往前推进哦，那所以变成了一个没有成功的牺牲触及，哎这边帮到盗垒陈庸基，哇天气对照，但是被。抓到这个盗垒抓到哦，他挑战的是静雅的捕手星星卡好汉威。好，那所以盗垒失败之后呢，那三人出局，现在来到的是二局下半，静雅的进攻。那现在场上打击的是第四棒，09年红卡张泰山。哇，这球选掉真厉害啊！满球数两好两坏，同点的配球，张泰山捞起来有点深远，在警戒区黄甘霖赶到这一球呢。黄甘霖靠着天气加成，这个速度哦超级快，所以呢跑到了警戒区，还是把这球接到了。好，那现在呢轮到的是刚刚在前个半局有这个漂亮阻杀的星星卡好汉威，好威呀、啊！那现在呢场上投球的谢长亨投成了两好两坏，这边要做一个对决了，是好球还是坏球，哇进来，这球打得不错，但是空间方向飞球，那形成了两人出局。那现在面对的是97年的紫卡帝多游击手，那把他老兵之后呢可以放到任何一个单年度。哦这球对光，但是见高不见远，中间手接到了 change。 那现在三局上半又轮回到了令狐冲的进攻、哦、那现在常打击的是他的第七棒捕手高志刚，那在真实的这个棒球来讲，高志刚好像在各位都有关注的话、哦、好像在前几场战役、哦、被触身球直接 K 到鼻梁，所以呢在这边我们看到高志康的卡片，我们呢希望他赶快康复好不好。好，这边呢拉到了游击方向，张泰山直接被接杀了。那现在轮到是一三年，你看给他一个潜力跳接部队，好，所以呢在游戏里面、哦、其实一三统一狮队、哦、就是自从一三年游戏卡片推出来之后呢，很多的玩家、哦、都纷纷去改组一三统一师，因为呢他内建双跳、哦、那跳接手背这个潜力、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好，但是哎，这边打了三个半局，目前双方形成一个投手战，那令狐冲也只有击出一支安打。哦，这球掌握到一个内角的滑球，推到中间方向，但是呢不够高，所以呢游击手二垒手接杀了。好，那现在，哎，哇，各位如果有关注到老板台的
之前进亚的三垒手是红卡的威纳斯，那他在实体赛前他补进了紫卡，2009年的那一年威纳斯的紫卡他补进来，那就要看这张紫卡有没有办法呢哦帮他打下分数啊。那现在呢两好两坏，这球又猜到了，打到中间方向，黄甘霖没有办法接到这一球。威纳斯击出了静雅这样比赛的第三打，哇！但是打 home 在这个半局上来打第一球，击到游击方向，结果呢形成一个双杀打。好，四局上半呢，现在又轮回到了静雅的投球哦。那场上投球的是2009年的郑田树，那已经目前投了30个球哦。那可以看到，虽然天气主天气是被克到哦，可是其实呢，靠着他的这个 S 曲球哦，目前还是压制了令狐冲哦，双方都没有得分。好，那现在呢场上打击的是二垒手哦，98年的佣兵紫卡 B 级友，哇，这球推到了二垒方向，被二垒手接到了，那所以很快的哦，在四局上半又形成了两人出局。那现在呢面对的是青金卡吴宗宪的哥哥侯宗宪，哇，这球内角 H 球放掉了，你看我我看你，这边被三振。好 change 在四局下半哦，这时候呢要轮回到静雅的进攻了。那首先上来打击的呢是他的第一棒2009年火哥张建明哦，那在2009年哦，那游戏里面呢给他一个潜力是快速传球。好，这边做了攻击，但是中间方向的飞球被接杀了。那现在轮回到的是第二棒传说卡黄宗义，黄宗义的打击哦。然后呢在游戏里面哦，这个潜力的名称叫做内野魔术师，那其实顾名思义哦，就是跳接的跳接手背哦，高度增加，可以从呢本来是跳一楼跳到3楼。好，现在又轮回到林奕泉的打击了，场上投球在令狐冲的谢长亨这边已经投了45个球。两好一坏，好，那双方哦，这个比赛的话都带上真人拉队卡哦，可以看到上方是我们的蓝米克斯动子，下方是我们的像样女孩婷婷哦，所以在游戏里面也加入到了真人拉队卡哦。好，在五局上半，这时候又轮回到令狐冲的攻势了哦，那场上投球郑田树，哇，这边投了4局，仅仅被击出1支安打，哇，这一球不够营养哦，形成了飞球，一人出局。那现在轮到是高国庆的进攻。外角球，哇！但是这一球的游击手地多 ，nice play， 跳掉了这一球。好，现在面对的打者是陈庸基，陈庸基赛这个打席拉得很漂亮，可是呢打到左半边被左外手掌握住了。好，所以呢比赛进行到5局，哇，又是一场投手战。好，那单年度比赛哦，其实顾名思义就是它是
选手只能够选用这个年度的卡片，所以在全民打棒球游戏里面来讲比较不会说看到都是很多的强投或者是好打所以呢，他选手必须要用这个单年度的卡片，包含等级比较低的蓝卡，或者是呢稍微高一点点的黄卡还要搭配所谓的红卡、传说卡、紫卡来进行这样的赛事。这球回到场上很深远，哇，黄甘霖这球没有接到，泰山在这个时候没有人出局，站上二垒，在五局下半静雅这边呢进行到有一个很好的攻势那而且场上打击的是天气对到的捕手好汉威，那在谢长恩这边呢已经投了快60球好，听到老板的呼喊了，这时候叫一个暂停，我在想应该是换投手因为呢在投手战来讲一分是非常关键这个绝对不能够掉分啊。好，换了，换上13年中继投手王敬明王敬明在13年是中继投手，然后呢在游戏里面呢给他一个最佳状态，然后给他一个特殊球种 CMW 曲回到场上，好汉威这球砍到一个内野高弹跳，那野手接到呢应该来不及的，所以也没有传出去，那现在没有人出局，一三垒有人，轮到是紫卡地多的打击，哇，在这个半局三垒有一个基本款啊，不需要靠安打就有机会怀得分了。吊球没有出棒，两好两坏，哇，这一球地多被三振，所以一人出局，一三垒有人。还是有一个高飞牺牲打的机会哇，但是这球急了，一个坏球骗到了静雅，那现在常打击的是曾华伟，同点又被骗，良好球没有坏球，低角度没有被骗，良好两坏，哇，这球捞起来，但是游击方向被接到了，所以两个人都没有办法回来打下分数，那现在两出局两出局，这边轮到是紫卡威纳斯，投成了一好两坏，这球威纳斯锁出去了，但是这一球在场内被左外手接杀了，所以呢这个半局我们看到静雅没有人出局就攻占到一三垒，但是没有得分所以非常可惜那现在六局上半又沦为到令狐冲的攻势那在天气来讲没有变，但是风向各位注意到吹向了右打者的顺风，好，高志刚哇，高志刚这边上来了，提出一支安打了，所以呢在棒球来讲前个半局没有办法得分，在下个半局气势呢又沦为到对手身上所以现在刚刚高志刚击出安打，那现在轮到是一三年七等超级赛亚人泰山，放的是 DH 的位置，好，在静雅这边呢为了不让这一局有掉分的情况，他换上09年的救援投手沈玉杰螃蟹小沈，一上来就三振掉了泰山，那现在要面对打击跟速度极上的林志祥，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 play 这边发动盗垒了，而且抓准了一个是变化球高志刚到上二垒，
那所以呢，目前一人出局，得点全有人。这一球林志祥击到右半边落地形成安打了，火哥传回来，快传传回来，三垒的跑者没有回来得分，停在三垒。所以现在呢，一人出局，一三有人，哇！这时候轮到静雅头痛哦，因为他要面对的是紫卡黄甘霖，天气对到，哇！这个黄甘霖捞起来，打到左半边，郑达宏接到，传出去有没有机会 ？Stay！ 这球高志刚回来得分，所以令狐冲在六局上半先取得点。哇！但是这一球抓到了偷跑哦，要盗垒的林志祥。那现在的双方开始进行一个跑垒大赛了。哎，好，但是呢，奥董这边抓到了，所以呢，六局下半轮到了静雅的进攻。目前双方的安打数都是三支哦。这游击的力道不错，但是呢不够深远。那现在呢，静雅这边轮回到第一棒张建明，第一棒张建明。那在游戏里面哦，也做了很多的这个特殊的姿势哦。好，这边打到中路地带，被游击手跳接，陈庸基接到这一球。像东哥，好像一些比较知名的中华职棒的球员哦，都有做所谓的特殊姿势。那球种的投手部分，就是所谓的特殊投球姿势跟特殊的球种。哦，那像这个王敬明哦，他就没有特殊姿势，但是他有特殊球种 ，CNW 曲。那顺便呢，告诉各位什么是 CMW， 就是王建明啊，他的英文翻译。哎、欸，这个时候令狐冲这边呢，换上了一三年先发中继两相宜，哇，一三年帮统一狮队哈夺下了总冠军的费古洛，这时候呢被令狐冲派来中继投手，哦，他要面对的是黄宗义。好，一上来投神的满球速对决东哥啊，哇，外角的掌心球，摊开你的掌心，但是被三振了。好，所以呢静雅在六局下半没有攻势，七局上半又沦为到令狐冲的进攻了。这边打了游击方向，游击手地多 nice play 跳掉了，这球又抓了第一球打头中线突奥斗，哇，两个球就解决两个人了。好，这边被三振了，所以呢结束了七局上半的进攻。那现在七局下半哦，静雅这边呢只剩下最后三个半局的反攻机会哦。那他现在必须要突破的就是令狐冲哦，他的一三统一师有一个强大的牛棚啊哦，刚刚只有出现王敬明，还有哪几位？我们来点名一下：林月平、傅宇刚，这几位都还没有出来哦。好，所以他势必必须要赶快哈、哦，把这个比数先追回来。好，但是这边一人出局，那现在呢，沦为到零九年 DH 张泰山，好、哦，在零九年的新农牛队泰山也在这边。那在2013年的时候，泰山从新农牛哦到了统一狮队，哦，延续他的这个职棒生涯哈。哦哦，这球回到场上，球点在哪里？哇！但是在墙上，这一球射在墙上。哇！这一球帮这个令狐冲哦省下一分哦，是他的中外野手黄甘霖哦，直接跑了很长的距离哦，跑百米的速度贴在墙上接杀了这一球。那所以静雅没有得分哦，目前还是0-1落后。
啊，现在场上投球的还是费古洛、哦。好，我们来看一下、哦、费古洛他的潜力哦，是给他一个是游戏里面是给他一个王牌跟 W 达人。哇，这球不错，打中间方向 ，B 级跑了很长的距离扑出去都没办法接到这一球，那击出安打了。哦，那现在呢要面对到的是紫卡蒂多，游击手蒂多。好，叫暂停了，各位，看看是不是刚刚老板点名的这个几个会员投手要上来了。费古洛在这边应该是要下场了，投了21个球，他的任务达到了。好，换哦，结果换上是星星卡，对，13年哦，做的是雨天，喂，简文彦哦，这个是令狐冲的星星卡。那在星星卡的部分呢，可以给他有所谓的特殊姿势哦，所以可以看到目前脚底下这个发光的简文彦哦，是有个特殊球姿势哦。哎，这边上来就三振掉了紫卡，所以呢，静雅在这个半局没有办法回来得分。在8局上半，天气变天了哦，变成了晴天。那对于投手的静雅哦，这边沈玉杰是不是可能呢要做一个投球的投手的更换？好，换上晴天，也是一样星星卡，09年范江国宾。哇，一上来就让高国庆集成了一垒上方的内高飞球，哦，形成了一人出局。那现在要面对到天气对照哦，陈庸基在13统一师唯一一个晴天的打者就是陈庸基。这球挥棒落空，眼睛都翻了，翻白眼了。好，来到了良好球，哇，这球内角紫砂球，又使到了令狐冲按下他的 S 键啊。所以变成了两人出局。那现在面临到的是今天少数击出安打，而且鼻梁哦没有受伤，在虚拟的电竞赛事里面的13年高志刚上来打击了。哇，这球缩框挤到很深远的地带，火哥这球做的很长距离扑出去了。哇， nice play， 这球还是吸到哦，靠着火哥一个 nice play 哦。哦，回到场上，这回做了一个换劝举哦，劝举之后在8局下半，静雅这边打到游击方向，哇，天气对到陈庸基在这边竟然没有办法杀掉哦，这个传说卡曾华伟哦，所以呢目前没有人出局，一垒有人了。那现在轮到是紫卡09年威纳斯进攻，那现在追平分哦，追平分在一垒，超前分在场上打击。那投球的是令狐冲的星星卡简文彦，哇，这边一个内角的卡特球三振掉了威纳斯。然后现在呢要面对到的是09年速度很快哦，这左外手打后郑达宏。好，叫了暂停了。那在星星卡部分这边投了11个球，会是换投手吗？好，换，对，还有一位真人不露相，露相非真人，13年，这个有 S 达人 S 大师，他的昵称叫 S Man， 叫阿三高剑三，哇，上来第一球就让郑达宏哦击成一个内野飞球被接杀了，现在两人出局，这边发动盗垒了，哇，但是这球哦速球飙进来，所以呢跑走看到马上龟缩回一垒，那现在两人出局还是一垒有人，那场打击的是火哥。张建明要棒打高剑三，哦，这球捞起来，但是哇塞 ，nice play 啊 ，Biggio 靠着一个横移的跳接，硬是把这个安打球没收了。所以在9局上半，哇，各位，我们的比赛哦，已经到了9局的上半哦。那在中职来讲哦，现在在推行就是让比赛的节奏快一点哦，希望呢能够在2.5小时之内呢就把比赛结束。那但是各位可以看到，
要怎么样呢？结束比赛节奏快一点，就是呢来打哦这个虚拟的电竞棒球赛事，我们半小时就完成一场比赛了。好，所以现在比赛进行到九局上半，轮到令狐冲的进攻哦，但是在这个半局刚刚起出安打，哇！但是这球林志祥偷缩，哎，教练下达战术偷缩，很可惜哦。这球刚刚击得不错，但是呢没有风向的帮助哦，所以球哦这个还是被右外手接杀了。现在轮到是第一棒黄甘霖的打击，这边发动盗垒了。谁？这次盗垒是谁？各位注意到了吗？张泰山，泰山盗上了二垒。哇，那现在呢这个这一分哦，这一分静雅一定要守住哦。好，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那如果各位你站在呢电竞王的实体的舞台的后方的选手朋友哦，可以赶快进来坐到前面白色椅子，因为呢等一下这场赛事完了之后就会进行到第二届的单年度冠军争霸赛的冠亚军争夺赛哦，所以呢各位可以进来呢休息一下哦。那等一下呢也会呢哦这个可能会有机会送奖品给在现场看比赛的朋友们。好，这边呢是黄甘霖哦，他打了一个右半边的飞球，那所以把跑者护送到三垒。好，这比较 B9 抓到了，但是呢不够远啊，冲坚手接到了，在九局下半。哇，这时候呢天气是晴天，然后呢没有风向，那现在场上投球的高健山要面对是静雅唯一的一位晴天打者，也就是力速型的东哥黄宗义。哇，这球上来打到方向，但是哇塞被 B9 接到了，没有办法形成安打。那现在呢是1比0，我们的静雅的安打还比较多一点呢，但是目前是1比0落后。好，现在呢又沦为到泰山哦，泰山在这场比赛是少数击出长打，而且刚刚有一个很深远的飞球哦，那现在轮到泰山有没有办法帮静雅哦追回这一分嘞？对决，然后他的队友高健山，哇，这球对到，但是捞起来在左半边，我们看到呢侯宗宪哦轻轻松松的接杀了这一球，所以呢在下方四强的战士令狐冲没有让他的队友、他的俱乐部团友，还有呢现场帮他加油的朋友们，他没有丢脸，1比0立刻了。静雅，那我们的静雅哦，就落到了要去跟这个施新峰两个这个同团的团友哦，要去打三四名。好，所以呢，我们的四强战役哦，就是由令狐冲以及 CB 球团的铃木小猫，将在等一下哦，大概我们这边可能在五分钟之后，我们就要进行冠亚军争夺赛。那现在呢哦，我们就是可以让选手哦稍微呢稍作休息一下，那我们呢现场也要做一个设定的安排。好，那我们就把游戏画面呢先跳出来了。好，